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26号晚上7:01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31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搞一些新的事情，稍等，先让我叫一下人。应该是发500，我发一下这个红包。OK，然后 QQ 再看一下，QQ 的话发2个群吧，就图个热闹，也不是说要大家暴富。好，一会儿说一下我们这个真实想法是什么。我们现在开始游戏，不是进游戏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排行榜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我打算每天充1万，不管活动怎么样，每天充1万，然后连着充7天试一试。原因呢是这样的，这个俊哥没有上来啊。其实他上不上来，他花不花钱，其实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说他什么，对吧？啊，只是现在这个神兔的话，他说我有点对不住他，他就觉得还有一点希望嘛。这个希望是什么呢？就是龙行之前不是不太行了吗？你看原先他最高的时候比我高了2000万战力，现在他今天都没有超过我，他还差我10万战力超过我，我今天还没有充值，所以他是越来越不行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干过这个龙行70，然后我和贝贝一起，我和神兔一起，试着能不能把烟某干下去，或者我就和烟某一样，我神兔烟某啊，把这个刻度拉得很高，然后战力提得非常高，这样子我们看一看到时候至少我们欺负人是欺负得很方便的。转输出是的，今天还要转一下这输出。我们今天转输出的话，就是要么是转这个玄宗，要么是转这个天宇。但是如果我也转天宇的话，有可能被针对，所以我还是倾向于搞这个玄宗。不用1天1万，1天5千就好。没有啊，就是1天5千的话，其实追不上我和叶某和神兔差距太大了。我现在差了3000万战力，所以我试着1天1万看一看，然后其实挺伤心的，就有人还说，我不是充了18万，我说接下来我到这个月底不要超过20万。有人说我这个托这个月的预算就是20万，再多就没有了，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预算的事情，这个预算就是他们认为我这个是游戏里给的额度，根本就不是这样。你给我100块钱我就充100块，给我100万我就充100万，没有任何额度可以言，好吗？这里纯粹就是说我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收入和支出的情况。现在的话，其实就是我和兔子沟通了一下。我就对得起他就可以了，然后对得起他，对得起点点，谢谢点点大人啊！点点大人今天改名字了，就是你点点大人呀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督。我玩玄宗可以了，对，我玩玄宗的话还不用离婚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天宇的话，其实不是说天宇这个职业输出高，而是贝贝这个暴击伤害特别的高，建议别玩了。我和神兔拿前二也打过，试着看一下。我想着就是，哎，比如说把龙星和秦，因为龙星就是个打工仔，你知道吗？龙星他本身，没有说是，就是他抛弃了自己原本的工会，然后加入了烟某，只是为了打我们。现在他纯粹是个打工仔，打工的。我觉得他们有那种归属感，不像是我是 WCW 的这个一会之长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我站出来了，我试一试。就是，现在充了18万，再充个7万。河区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河区按我们之前的经验，14天合一次的话，那至少应该等到41、42天的时候，那还早呢。我先看一看，我和神兔能不能把这个烟某搞下去。搞不下去，我估计这个烟某，我感觉他很厉害，可以把原来工会的人收进来。其实我们试了，就是也去找他们接高战，就是6000万战以上的这些人。哎，我们其实沟通很多了，这个虚幻公子啊、鬼公子、锦溪，全都沟通了。没有人卖号。俊哥不跟了吗？俊哥，其实也和他私聊了。和他私聊以后，他说他这2天忙，不是他本人在玩，这2天都是他的帮玩。怎么勋章的等级都增加了？那是因为你们送礼物送的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好，感谢大家。然后今天，啥也别说，直接充值吧。先看一下今天的活动啊。今天活动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一个3天的，多了一个3天的活动。这个3天的活动是这样的，就是累充啊，累充够了，然后它最高的累充是累计消耗2000块钱，就是2000块钱一轮，可以把这里所有的奖励都拿。然后一共是5轮，总共有5轮，就是10000块钱。它鼓励我们3天花1万啊，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啊，对吧？本来我也能拿到，现在我1天就可以拿到。另外一个是折扣商城，大家一会儿帮我出一出主意。如果俊哥玩，我们才有机会。但其实俊哥这2天，我喝口水，有点渴。俊哥这2天是比较忙，我们等等他，也许他还上呢。如果我们到时候就差他的话，说不定他就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和神兔也有可能打，但是就是打的会很困难。感谢你们大家的支持，大家今天可以帮我想想，这里什么礼包比较划算？这个辉夜铸天镜和鸿门炼体好像是昨天就有了，然后大家都建议我不要买，这些都是5折的。另外一个就是砸这个周年庆，这个周年庆没有什么太多的人砸。你看个人榜神兔是第一，1800的积分，我的话是第五，1500，其实差距不大。这里差不多是9000块钱买5000的积分，我今天如果全部砸这个的话，我就能砸到个人排行榜的第一。人少的话，战力高点也没得玩。对了，我们现在处境相当于原先龙行他们。商城的不忙，就是一会儿我们边看，先不着急啊，慢慢来，直接7万第一。那明天后天，那之后6天的视频，没得看点，没有看点了。然后这里，先买个月卡，月卡没有了。
要充10000了。游戏嘛，开心就好。我就觉得我对得起神兔就行，因为神兔是我带来的，神兔不是托，他纯粹就是花了真金白银在里面，这2天花了太多了，然后来个单笔10000，是不能这种退游。对，有人就觉得我对不起神兔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昨天啊一直在想。这里光大的卡我好像还完了。好，这张信用卡刷好了，这个月应该没剩什么额度了，别让贝贝再充了。贝贝其实，他的意思是想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还说，我只要不干，那他下一个混沌起源就到我对面去干我，少充点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想想做什么活动比较好。然后周年庆的话，其实就是砸这个策划，这个策划风月无边，其实高了我们6万积分，6万积分相当于是要花9万块钱。我们这个帮会肯定拿不了第一，顶多是超过这个逆天灵界拿一个第二，让兔子别冲了。兔子其实就是说，兔子原本想的就是我俊哥一起冲一冲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刚好三个人，只要比龙星麒麟厉害就行了，我换输出等等。然后现在先考虑怎么花钱啊，这10万钻石能买不少东西的，难道说先买这个和这个吗？这两个感觉一般，积分换的那个好吧，啊，那个积分可以换了，这个积分是可以兑换这个极品符文礼包，OK，可以拆一个。现在积分就是花了7800积分兑换的，1块钱一个积分啊。这里我们加上昨天的积分还有多少？还有8000积分啊，明天再充个3500块钱就可以兑换这个东西了。别买折扣生成，好的。那现在我要提战力，我怎么提？难道是说这个每周限购吗？每周限购后面比较便宜的，其实我们都买完了。抽的话感觉也不是很划算，抽我觉得主要是为了拿一个这个榜。这榜的话，个人排名有可能拿个第一这样子，而且策划好的，有人说出主意说抽这个策划，而且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有个锦溪，这个锦溪它也是针对我们看这个积分就比我高一点点，它其实就是想要拿个第三，因为第三和第四之间差距还是蛮大的，就奖励差不多是翻了1倍，就两个，就一个，所以差距还是蛮大的。我就想我今天充个10000的话，它应该也跟不上了当然这个活动今天就解绑了。其实今天12点我不会直播了，就我就充了10000看一看，看他跟不跟。转输出先不着急，这个其实要最后再充，其实我就能稳拿第三了。策划说搞策划那就搞策划吧，咱差东西有点多，而且昨天好像没有把底下的抽满哎，昨天是15了，没有抽底下的。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！有人说什么外观都买过，全部都买过，这个其实不怎么划算的，说实话。转输出先不着急，先抽完提高战力，然后我们再转，一定要转输出的，因为我那么高战力不转有点吃亏。好，我们就抽，而且今天能够抽到一些这个兽装，这10000块钱全部砸这个吧。好，魂装，给我几个黄色的黄澄澄的礼物，这里抽10下砸10下就是90块钱，砸10下就是90块钱，每点一下就是90，热度蹭起来，感谢，这里给了自选觉醒技能。哎呀，这里主要是给了很多暗器精华，这个加不了太多战力，所以这个其实蛮亏的。理性消费，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睡好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关注着俊哥，哇，这里给了一个觉醒，还给了个冰火神翼。冰火神翼看看今天能不能抽出来一组。这个俊哥，其实我昨天晚上等着他，我说他会不会冲榜，其实我也有点小失望了。但是这个咱不能怪人家，人家已经陪我玩到现在了。憨憨策划我还差一个，现在已经有3个了，这个加不了什么战力。他怎么不给兽装啊？好奇怪。来，兽装十，兽装，你看资源兽装来了，这个兽装其实能帮我们提高不少战力的。我今天哇，策划来了，可以加个20来万战力。先做任务，别急着抽。那做什么呢？这钱搞什么？小心别人偷塔，别人偷塔也需要花10000块钱。俊哥抽的钱，对，他充了不少了，至少也是17、8万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不是 VIP 16吗？VIP 17，我看了一下这个奖励，这个奖励有个我爱罗，我罗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记得我之前在很早很早之前，大概是10多天之前，就见到那个 YEMO 带了一个我罗，这个印象我还挺深刻的，因为我本身挺喜欢我爱罗的。然后他带了一个这个，就证明他很久之前他就冲到20万了，这个 YEMO 有点太夸张了。我不知道他那个钻石有没有花完。如果说，他很久之前就冲到20万，然后这两天，那是我们在和服前，然后和服这几天他又充了多少钱？又充了6、7万，那他应该充了26、7万了。如果不是俊哥开区把人家打跑，我们11区其实没有太多敌手，但是9区确实打跑龙行和麒麟，靠的是这个俊哥。然后这里我们看一看，再去抽，我现在还有7200块钱。其实，而且我算了一下，这周年庆他
今天充10000，然后后面还可以再充个3万，后面充了这3万的话，我们好像还能再拿一个福袋，军哥太可惜了。对，其实这个游戏就是都抽了那么多了，都充了那么多了，你现在，只要一停下来，你就跟不上，就没有多少作用。其实可能还有人在帮俊哥玩他的账号了，但是俊哥现在有点落伍了。但我们继续抽吧，继续砸。心理消费奖励，消费奖励没有了呀，给了一个觉醒技能，马上做。一般来说就是先充钱，然后抽奖花钻花钱，花完之后再搞其他活动。这策划开始哭了。尹某是托，一般来说，反正我不太相信啊。啊，策划倒了，我不太相信一区大佬然后告别人几千万战力的是一个托，我不相信。又一个策划。其实如果是在大部分情况遇到了叶某这样的人，如果他就战力高那么多，又来一个策划，那我们应该就直接退友了。别忘了本谁为坐骑出榜给你砸几万。对，俊哥给我砸了好多钱，抢了对面的人的这个排行榜，抢了那个 whatever 的那个排行榜，把他们搞退友了。那时候俊哥其实也起到不少的作用了，每个符都要重氪，可能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啊，我们这次没有说是本来不用充多少我们就能拿到这个第一了，但这次是因为合区这游戏合的比较快，抽的话就慢慢抽，不能来快一点。王八砸最后一下，那个麒麟老师和我对着干。哎，全服奖励宝箱，我看有没有拿到。哎，砸到了，麒麟来抢了。好的，而且我昨天我今天兑换了一个那个礼包码，就是累充20000，但是累充20000的礼包码。哎，就这个就是有5个开孔零食，哇，早知道这样我就早的每天充10000就 OK 了，先不要砸了。好的，然后这里你看充值返利，这个就是应该是单笔10000的奖励，感觉每天我都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锦荣。我就是看一看，我预算也没有那么多，我现在欠债已经直奔70万而去了。等一星期之后，如果我和这个贝贝，我和神兔没有起到想象中的作用，我们其实就差不多该退了，我们就去玩那个回魂起源。然后这个游戏我觉得多充一点，下次玩起源的时候我少充一点吧，稍微少充一点。王霸和麒麟感觉时时刻刻都在，他们可能有的人就是大佬的号基本上都有帮玩，我一抽他就来截胡，他就截过一次，好像之前我总共是砸过4次吧，把他砸倒了。继续砸吧，我觉得还是5000块钱继续砸完拉倒啊，还可以再砸一次。下一个游戏50万预算感觉没有那么多钱了，说真的。下一个游戏我们到时候应该全部都是一样的折扣，就4-5折，你可以去淘宝现在去问，所有的折扣都是5折，最低最低就是有首充4-9折的，然后我搞到一个那个平台，它是4-5折的，我折扣也是4-5折，到时候我们应该都是去那个淘宝去下单，然后买了充值平台币那样子。反正回魂起源就是好不容易得到一次折扣的，这次如果我们再砸个15-6万，因为我想着我做慢一点，做2个月，其实砸个15-6万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次选觉醒技能还不错。可惜这个，如果这个活动它这个暗器变成这个翅膀，我都愿意砸到，变成50个翅膀，那就太好了。这个暗器砸了，哇，冰火神衣又来一个，这冰火神衣好像不太够，准备首充多少？我觉得首充10万吧，就是游戏币充10万币，然后后面再慢慢看，慢慢来。因为我做视频其实要起个标题，对吧？那我就说，首充10万，其实就和之前斗罗一样，玩2个月10万的。这个真的是和服和太快了，如果说和服没有那么快，我这个慢慢来 OK 的。像他们淹没之前的刻度都没有我们高，我们进来之后一下子把他这个预算也拉高了，好亏的。是的，他就给这个灵魂服数装石还行，7位数什么时候能到？如果游戏是1折的话，那可以很快的到，你们方便的话帮我找一找有没有游戏折扣是1折的，和我说一说。我这个个人榜已经是第一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已经是第一了，比贝贝还要高，这就是冤大头。对，这游戏比混沌起源还氪，所以混沌起源我要少氪一点。混沌起源我每天氪10000 OK 的，每天氪10000就花4000啊，每天氪10000也有点多，每天氪个5000都无所谓的。一者直接进监狱啊，我觉得不排除，因为游戏它基本上正规游戏都需要交税的，私服可能会有，一者可能都会有，正规游戏它都要交10%几的税。如果是一者的话，它没什么赚头，应该不会搞。感谢点点，混沌贼坑吗？然后觉醒技能，哎呀，我们就看看这个今天战斗力是1.21亿，今天能不能提升个500万，然后赶上麒麟，然后后面6天我再追着耶某。砸弹积分不搞下，砸弹活动已经没有了，昨天已经解绑了，昨天到底排行第几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哦，冰火神衣又来一个，混沌每次3天一个活动，隔一天再来一次啊。对，混沌我也玩过的，好，
这里一万块钱，今天一万块钱就花完了。馄饨有3.8折，给我推荐一下。影子玩馄饨，二十天花30万，影子，20天花30万，那比我当初刻度要高很多啊。然后元宝使用一下，消费返利啊，这里可以领取了，这个可以领好几轮呢。好，再来一轮，我妈其实都说我了，她就是想不通，我其实和她解释没有用，但她就是想不通我为什么非说是要每天充10万。那个大漠神威也够了，对，今天下午的那个视频我没有录制啊，下午完了以后我抢到了那个大漠神威碎片，到时候可以合成一下。今天感觉加个500万战力是没有问题的。策划快到了，让人接手下20个，别抽太亏了。那个要到的话，该道具无法直接，先合成一下，看一下大家的热情，下次一定。好，大漠神威，看一下能加多少，他加4%的元素攻击，这个元素攻击是挺给力的，加了60万，可以的哦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好的，这个聊天窗口加一下，聊天气泡，这个可以升2级。感谢大家的为而担忧啊。好的，老妈你别为我太担心，就别为我太担心吧。来一个64。哎，而心千里无担忧，已经到账了。来，我稍微再抽一抽，砸一次，2次。来了一个策划，还可以啊，3次、4次、5次，还不倒吗？6次，7、9、63了，应该还有一次，不足了。这策划还没有倒，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个策划最后这一下和我无缘了，取决于对手强不强。是的，是的，但我的对手都比较强。这个龙圈可以穿上，穿一个大雾神威，也不会加这一个战力啊。糟糕，中计了，不冲了，不冲了。好，不咋了，这个648其实无所谓 ，OK。然后装备倒挺多的啊，心惊胆颤的。这里还有碎片，一会儿来开啊。先把邮件领了，邮件还有很多好东西。我找找昨天的排行榜，昨天砸蛋的排行榜应该是3啊。背包空间不足了，我的天。好，节省出一些空间来，然后再领取一下邮件。哦，就没有了吗？那我没有看到昨天这个砸蛋的排行榜，昨天砸蛋第4。哦，砸蛋我是4、5名，最后被锦溪偷了3，问题不大，给了珍惜单金蛋达人 ，OK， 被抢就被抢吧，问题不大，因为这锦溪他差了我差了2000万战力的，所以问题不大。6级宝石，早到差评，每天都是7点，你哪儿道听途说来的？来，我们把这个开一下，11个仙女之心，先加个80万战力再说。然后这个皮肤冰火神翼刚好可以升1级，可以的，加了34万。然后憨憨策划，哇，可以升2级。来，先加个21万，再加个21万，哇，这个憨憨策划都快满了。这个憨憨策划为什么一脸很丧的表情？然后暗器应该能加不少，先加一下，这都是5000、1万的了。哦，解锁了一个千叶狂刃，好像是。谁还有这个游戏的号给我？那个可以进群找一下那个谁，找一下那个小欧。小欧他负责管理所有退坑的这个账号，有大佬进来，其实他还可以优先提供这个4、5千万战力的这个账号。好，看一下这一颗暗器之心能加多少了？现在哦，加了19000。比之前10000有一点进步，但进步还不是很明显。我们这个战力加的就加200万吗？这个装备其实给了一些这个兽装，我还挺需要的哦。不允3000个还可以的，3000个能加个30万战力。这个叫做什么？雷鸣电掣。这个不允底下看到没？雷鸣电掣。俊哥如果没时间玩，可以让其他大佬接手啊。关键是很难找，一个是很难找，另外是俊哥也没有说他不玩。策划被麒麟砸了，真坏啊！那就砸了，砸就砸了呗。人家有钱，有时间盯着。他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盯着的，这里有5个2星的魂装，说不定今天魂装都还可以再合成呢。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哦，这里这个自选极品符文，哇，三个三星的，哇，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，这个也能加不少战力的。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打到这个手腕，今天可以给这个啥升一下级，我先选1、2、3，我先升一下那个兽环。我先开几个铃铛，然后我把这个兽环升一下，兽环能加好多战力的，因为刚好是最后一个，来合成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兽环还需要一个3星装备，对吧？阵法已经开了，昨天已经开了呢，它还需要一个祝寿石，我们开一个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可以合成了，加了21万，其实已经很给力，很给力了。然后星辰这里又够了，它刚好有250个，这里3件其实没什么用哎，这是6件套，4件套的话。元素伤害吸收加4.5%，还是先升一套吧，先升一套到这个。好，加了2800，这个无所谓，这本来就加的少。宝石星链我看一下，8级的全都先升到100，先升到200。哎呀，这个刚好够，这200好难升啊，
好，加了13000，哇，这个八级加的好少啊，先升到160吧。好，然后强化一下，强化是116，其实差一点。回装一会儿看啊，我先把背包里有用的厉害的先搞了，开武石都没有用了，现在只能回收了。别的九皇神女策划放着，然后这里有5张，五阶是160级，4阶是140级，我们这个搞哪个呢？我们要开5阶的还是开4阶的？160级，它需要等到10天以后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等级上限是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开放？哎，10天之后开放。我觉得我先开140级的吧，开4阶的。一会儿看一下我的这个卡片，这卡片也会贬值，真的太贱了。这里再来个什么？恰恰已经有了甘地，我看一下，这些都不是100%加成的。玲玲、皮卡、皮卡丘，这个皮卡加好少。玲玲3200，中硕3200，柴犬2200，来个皮卡丘吧。好，加了4600，160。哦，不对，现在等级上限就是149，160就是10天之后就开放了。这里你听我的，准没有错。我们把这里红点先用完吧。这个法宝精华就差一点点啊，可以锁4个，免费刷新一次。不行，灵纹啊，灵纹可以升了，有2次哎，升一次加10万，束缚。斧法宝这个要升吗？哎，升了吧，懒得看红点，加6万也不错了。这个也是顺便就升了，加的还是比较少的。武学，看一下有2200的真气丹。来，先给这个升到20，加了7万，加6万，加6万，哇，这不够了，这用的好快，但我这个战力也到了12459了。今天如果能够到1亿2600万战力，我就非常满足，非常开心了。因为今天本身不是有特别好的活动啊，背包里其实这个装备我看一下，项链好像没有，哇，这里周瑜可以穿一个呀，是不是？顺便强化一下，一键强化，这里签个只能加个3-4万吧，加在一起。加的还很少的，魂装这个是强化吧？强化我们稍微使用一下。这里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一下这个合成。然后今天游戏的各位听我说一下，今天如果有这个玫瑰的话，就尽量送一下。送给谁呢？看一下排行榜、魅力榜。今天晚上12点就解榜了，大家把这个玫瑰多送一送给这龙战军魂。这龙战开个国家好的，龙战军魂的话是这样的，这个是那个神兔的小号，这个神兔和我说的。我之前都不知道，这个是他收来的，所以我们他这个也应该是神兔自己刷的。我觉得我就把这个玫瑰刷给他就可以了。龙战军魂，我先看一下他人在不在，在线的话和我说一下。然后我这里也会和这个神兔说一下，就是他充钱的话不要超过这个烟帽，他如果把这个烟帽刺激的更厉害，到时候我很难跟上的。这一套好难看，兔兔。什么？等等吧，这个不一定在线，或者我和神兔说一下。好，再看一下。然后今天晚上9点有个攻城战，这个攻城战我不是很清楚，我忘记了。这里也能看到每一个厉害的工会是怎样的。风月无边他们是11亿的战力，逆天灵界他们8.7，我们7.6。其实我们这三个是 S 级的，给你们看一下 S 级的奖励是什么。这个奖励的话会有个帮会奖励，帮会奖励就是应该是可以进行这个拍卖的。我们这个1、2、3名奖励其实差不了太多。这个我们敌对的这个帮会他们人数很多的话，他们分不了多少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人数没有那么多，相对来说有可能抢个第二名，抢个第三名还能拿到好东西。由于我们这个高战力实力还是给力的，所以我们有可能可以拿个第二名，到时候看一看。他这个连胜奖励我们是拿到了，个人奖励很菜的，这个其实无所谓，这个奖励是差不多，所以还挺好的。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战况啊，这个领地战，这个无所谓。今天晚上9点应该是也挺有意思的。哇，把这个回收一下。好，贾令现在装备不合就来魂装吧，一个是兽装，一个是魂装，先给这个兽装强化一下。这个兽装我先全部拿出来，应该就是这么多了。这个兽装有一些兽牙，这里还有3个兽牙兽甲，我看一看。我这里有2个兽甲，一个兽牙，刚好感觉可以合3件装备。来，先看一下哪些可以合成。这里兽牙兽甲已经最高级了，然后可以给这个来升，对吧？最后这个不用管它，这个也是6档。符文选一下，孤家选一个，等等，慢慢来。感谢你的提醒啊，这里6升5，我们给这个兽甲合一下吧。兽甲感觉刚好4件可以合到最高级，我们试一下。好，说合就合，4件，哦，2件没有了，因为还要再开。我把剩下这里刚才抽到的兽装全部选了，这个全部拆了分解了，这个没有用处。这个4档的合一下，然后分解，反正都找不着，没找着，先不管。然后这个兽装6档的这些我全要，这里9个全部选兽灵就可以了。兽甲我想想。先我想想啊，这里可以合了，哇，这个不行。来，兽灵，它需要2个素材的，我们合2个。好，这里需要2个祝寿石，祝寿石，我现在这个石头越开越少，
只有14个了，我的天，这个消耗的太多了。嗯，这个没有穿上呀，加13万啊，还可以啊。然后这里再拆2件兽甲，就可以合到最高阶了。刚好这里可以开2个。好，最高阶的话还差一个素材，我们给这个兽灵合成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兽装都没有合过那么高的，所以现在祝寿时就奇缺无比。哎，哦，是这个，我点错了，我就说怎么没有变黄，还加了战力，好奇怪。这铃铛来一个，好，加了16万战力，这个加的有点少。啊，有点少。我再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兽牙，然后我们再开一个兽牙，再合成一下。哇，现在我是合装达人，我超会合的，刚好可以合到一个五星，因为这里有一个这个铃铛作为素材，刚好自加10万。对，不甘心的退了，另外也是对得起大家，对得起神兔大大，就像是我们之前我们对得起米可大大一样。我传奇就是为什么疯了一般的充了那么多的钱，就没有开几天，我们就充了好多钱进去，平均每天充1万，就是为了对得起大家而已啊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我真的不太甘心，很快就退了。啊，这里加了一点点战力，感觉这，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加个1万多，就有时候会遇到。然后现在这个兽环不需要开，因为没有合成的素材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和这个兽环先放回去。然后郭嘉，你们说要开，这里能开郭嘉和周瑜。我先看一下我这个卡片啊，周瑜有吗？周瑜没有啊，周瑜有。然后拆一个郭嘉，刚好来一个郭嘉呀。郭嘉、周瑜好像都挺难得的。好，先来名将，名将5个就全部开了吧。郭嘉来，哎，我先郭嘉来3个看一看，看看一二三。然后郭嘉能升级了吗？他应该是3个可以升一级。哇，刚好可以给周瑜也升一下，合成。我加了46000啊，这个其实加的挺少的。这周瑜我本来有一张卡的，所以现在再开2个周瑜来喽，合成合成，合成一个周瑜，加了49000，换郭嘉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其实 OK 了。然后这里强化还是什么？这里为什么是会有个红点？你们看到没？这个名将这里有个红点，哎，我就差一点点，啊，这个好难受啊！我的流电要5阶，5阶到时候又有新东西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们这7天，如果这七天，搞完之后，我们这个差距还是拉不开，这龙形麒麟还是跟着很紧，那我们可能真的就要退了。仓库的甘宁哪着来合？仓库里有甘宁，这个符文我还没有选啊。仓库里的甘宁可以拿出来合，这碎片好像没有看到你说的甘宁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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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点意思啊，这个甘宁可以合了。哇，你比我还清楚，厉害，666加了33000，哇，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典韦再来一个，好，我加24万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变成三星的了，三星那么给力的吗？我的天，日常盲僧。然后这个是周泰，你可是时时刻刻盯着我仓库的人。好的好的，要不要再给你们浏览一下？然后这里看一下神兔上了，OK 好，然后我们给他送一下，噔噔噔噔噔，把这个玫瑰处理一下，便宜玫瑰大甩卖。咱的神兔，所以咱就不送那个神兔那个号了。打开看诸葛怎么获得？好，名将预览，一会儿看一下。下面这个玫瑰送下，卡牌中间有个坑。好的好的，啊，诸葛亮有，这个诸葛亮是，哇，这是10阶，这套装是5阶才有吗？这4阶的是这样，诸葛亮、郭嘉、周瑜，我就差一个诸葛亮了。仓库的人参果拿出来，好的好的，马上。然后中间这个卡牌是这里兑换吗？我这个也许就是放那个兵法纲要的那个东西，这里没有诸葛亮可以兑换啊。哇塞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夸父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天山禁地哪里给诸葛亮，这里总共8张卡哎。没有给诸葛亮，可能是2层，许褚、郭嘉、周瑜，3阶名将、2阶名将，7阶的都有，有点厉害。估计要活动活动8点钟，稍等一下，今天活动是什么？看一眼啊，高山密道可以进去走一下，然后攻城战的话，到时候看一看，以帮会为单位，到时候大家尽量都上来。然后这麒麟还在提升这个战力啊，我今天是超过这个麒麟，但是今天这个战力会明显差距缩小，差距明显缩小。然后符文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符文，符文这里有碎片吗？哇！只差一个苍灵和一个灰药灰了，苍灵和药灰，我们开一个，我的天，这太爽了！苍灵开一个，开一个，加了115000，这个能加多少？加了41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然后最后这个我看一下开什么，这个也可以开，应该是，但这个开了没有用处啊？这里开了其实就是升一下这个紫衣，紫衣如果要合装，应该是怎么？哦，是铸文石，我有24个，但是要3个，还差了一点点。我这个就先留着，先等等，这个三星的之后再弄。这个是可以开中间的，我们就尽量开中间的。好，仓库里暂时没有可以合成的符文了，卡牌放下。我想想，这个碎片应该可以拿出来了。这个武学碎片是可以使用的，10个就可以使用了。要不我们先去做一下这护送吧，不然时间一会儿又很紧张了。好，开了这些碎片，可以使用一下吗？哎，突破天霜步法，突破一个，
加三万，亏得天刀三绝，来哇升两次，加六万三，哇天照神，哇这个神照功刚好24个，刚好够，还差50个元魂，50个元魂，人参果 ，OK， 人参果没有多少的，18个，19个，还是不太够，这里可以合成，合成3个。我现在是等于说是有5个千年人参果了，哇，这里终于可以多一个这个，哇啊，可以，我以为可以换15点，结果只能换1点，这让我太激动了，我的天！然后这个煎药水我可以先磕了，然后给它放仓库里面去，回装先做一下这个护送吧。好，那些红点一会儿来弄啊，不着急。身上有自选秘籍碎片，我记得有10个，一会儿我们搞一下。来，这个负伤啊，护送力不足，万年灵芝有一个，我去采集一个万年灵芝吧，1天1万真的很多啊，真的很多，没了啊，没了。好吧，来采集两个沙壶，给一个这个令就可以了。高山密道再过10分钟才开呢，不着急。有护送令吗？霸王枪有，已经有一个护送令了，再来一个护送令。仓库的武器碎片我都拿出来了，一会儿开一下，然后去做一下护送。走，哇，还给了红装，给了个腰带，那还可以啊。可惜在这儿看着摆摊，有点坑的。你们来晚了呀。今天开始每天氪1万，每天7点钟开始就充1万，你们准点来，不然一定错过充钱的环节。因为看着我比较惨，连千年灵芝都采不到，就送我一个红装呗。想一天3000，一天3000的话够我们玩好久啊。如果我们一天啊，我们充这7万变成每天3000的话，那可以玩个3721天。把这返利啊，这里可以摸一下，这里就是给一些元宝，给的也不多。返利还有吗？没有了呀。为什么还有个红点？好奇怪。把月卡、周卡、终身卡搞一下，搞一下，这儿好奇怪啊。然后福利我看一下，在线。下个游戏包括名字叫啥我也不知道啊，下个游戏我估计还叫这个名字，但是包括名字不知道。我最牛的地方从来都是花光当天的钱，我觉得这个很难改，都养成坏习惯了。还有6分钟活动开始啊，先不着急，我们再把这个魂装搞一搞，然后这个碎片其实也可以拆一下，这个碎片可以开混元还是鸿蒙，我看一下，混元还是鸿蒙，鸿蒙感觉好一些，但只有10个，混元差一点，鸿蒙都第6重了，两个都不够，那就开鸿蒙吧。鸿蒙好像是稍微厉害一点点。然后我们令牌圣人令使用一下，魂装可以开始搞了。啊，这宝石今天还没有弄啊，这宝石今天应该还可以勉强升一升的，这个忘记了，先给这个魂装搞一个。魂装每次搞起来都挺麻烦的。哇，这个四档的终于看到了，分解，然后把6档的先丢到仓库里面去。哎，现在尽量就是用6档赚点元宝回来，坑一坑对面工位的钱。但可能这个红装还没有升得那么快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坑一点钱试一点。项链，我这些都合不了3星啊，合不了3星就没有意义。哇，头盔可以合一个，哇，衣服也可以合，衣服头盔记着。哇，鞋子也可以了，鞋子肯定可以合。我看一下，衣服只有2件2星的，需要2件3星的才能。鞋子可以了，头盔呢？头盔在这儿也可以合。哇，这头盔也可以合了。这盒装是需要，哇，需要。12个铸魂石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现在没有12个铸魂石啊，我就只有11个石头。铸魂石，哇，这个真的醉。这个是什么？铸魂石碎片取出，铸星石，把刚才那个拿出来。哇，这个铸魂石好缺啊，我的天。明天我们再抽一抽吧，明天再抽几个这个石头。仓库里好像没有，我看一下铸魂石，这是铸星石碎片，铸兽石，铸魂石没有这个石头吧？然后这里呢？石头没有，哇，铸魂石少一个，铸魂石还差3个碎片，哇，就开6个吧，铸魂石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开一个，我们今天就只能升一个了，仓库有13个，啊，哇，13个，哇，感谢提醒，我的天，你们太给力了吧，再来6个铸魂石，消耗那么多铸魂石，一定要把战力多提高一点啊，到时看一下弹幕，我看了呀，我要不看弹幕，我能有这觉悟吗？对吧？来。好，合了加了20万，20万还有多少？这个弹幕是有延迟的，我没有说不看。再加20万，22万，可以的，多赚了2万。哇，
今天到了1.26亿的，昨天我们1.21亿都没有，刚才竟然有那个胖虎，竟然说我昨天就1.26的，这说什么屁话？